好，换各位，请写出下列的化学式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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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一堆。第一个，氯化银，氯化银，氯化银怎么写？帅哥美女，22，起立，念给我听。比如说 MgO 啊， AgCl， 啊 ，AgCl， 请坐。氯 Cl 负 ，Ag 正，一个配一个，刚好配相等，所以一个氯配一个银。金属写前面，非金属写后面，所以 AgCl。停车站借问，氢氧化镁，氢氧化镁。哇塞嘞！6号，六不在。15号有吗？没。4，number 4，4号，氢氧化镁 ，MgOH2， 请坐。我们平常会讲一下瓜镁 ，Mg2 正，氢氧根 OH 负，所以氢氧根是一个负，镁是两个正，所以比例要2:1，两个一负配一个二正，所以要有两个氢氧根配一个镁，金属写前面，金属写前面，根写后面，那么氢氧根要两个，要把氢氧根刮弧刮起来。所以是 Mg 刮弧 H 刮弧二 ，OK。停车站借问，氧化钠，氧化钠，帅哥，氧化钠，25号，25，氧化钠，5、4、3、2、1，氧化钠 ，NaO， 请坐，没有 H， 对，没有，重点不是没有 H， 重点是氧二负 ，Na 一个正，两个负配一个正，所以正要两个。所以是1:2，所以要一个氧配两个钠，金属写前面，非金属写后面，氧化物氧写后面，所以钠要两个，所以 Na2O， 硫酸铜，硫酸铜，可爱小女生五号，可爱小女生 seven。你说啊？哇，对，我要倒数了吗？五、四，啊，放弃啊！哇嘞！你听我跟我讲放弃，多么令人伤心啊！那就是我的。硫酸根二负 ，Cu 二正，二负配二正，正好一个配一个，1:1。所以一个硫酸根配一个铜，金属写前面，根写后面，所以 CuSO4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什么叫为什么是？硫酸根 SO4 啊，二负啊。硝酸钡，硝酸钡。停车站借问，可爱小男生，帅哥男。帅哥男找不到，帅哥男都女生了。帅哥男34有吗？哎，34，帅哥男34，李工长 A， 什么叫 A 啊 ？CA， 你有没有讲清楚啊 ？B，BA， 然后呢？然后呢 ？BA3，BAMO3， 请坐。
BNO 三，哎，老师果然是教育失败的。NO 三是负一 ，BS 二正，负一要配二正，所以负一要两个，所以是2:1，要两个硝酸根配一个钡，然后所以要两个硝酸配一个钡，金属写前面，根写后面，硝酸根要两个，所以硝酸根要刮起来，然后写个二。所以 BA 刮弧 NO 三刮弧二，铬酸钾嘞，铬酸钾 CrO4 负 ，CrO4 负，硝酸钾嘞。可爱小女生，如果要抽男生抽女生，要抽女生抽男生，十号。又说个不知道，今天老师伤心欲绝，痛哭流涕，请坐。老师，铬酸根 CrO4 负，那 Na 正，两个负一个正，所以要1:2，一个二负配两个一正，加二正二负相等，所以要一个铬酸根配两个钠。金属写前面，根写后面，所以 K2CrO4。对不起，讲错，我是写钠还是写钾？钾这里写错，这里写钠的价数正一错，应该是钾的价数。人家钾的价数上面写错字了，我要问是铬酸钾。好，氧化铝最麻烦的就是氧化铝，现在要找的是大帅哥是吗？大帅哥，你们班应该没有36号。大帅哥，你们班有35吗？走了。32。好帅。32。大帅哥32。都不叫我哎，这镜头。我抗议。快一点，五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再见妈妈，再见。好，哎呀，为什么不出来详解？来，他没有出来详解，哦，我就很麻烦。来，铝多少？好，出来了。铝三正，氧二负。二跟三最小公倍数叫做6，所以二要乘三，三要乘二，所以答案3:2，所以要三个氧配两个铝，金属写前面，非金属写后面，氧化物氧写后面，所以 Al2O3。这样子，请你要知道如何写化学式，你真的不会背根价表讲过，那就是。考卷上、课本上看到一个，你就给我背一个，反正也不会太多，就那几个而已，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。OK， 然后就跟各位介绍一些常见的化学式、分子式，看一看就好了。我为什么把水跟氨特别标出来？因为你这个看中文看不出它什么玩意儿。有人故意讲说水叫做一氧化二氢，啊，没有这样讲它的。所以水看中文看不出来，氨也是看中文。看不出来，所以你要单独出来背，其他都看中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看中文就知道怎么回事，所以我还两个标起来要知道一下，然后你想要看中文就会晓得了。然后再来就是这几个都是有机化合物，那个是你目前也是看中文看不出它什么玩意儿，但是它下学期教完有机物之后你才会晓得，所以这个也是要单独另外背起来的，来让大家背起来，就是告诉你一些常见的分子式，希望你能够看一看 ，OK 吗 ？OK， 很好。请解课堂练习。